这里在讲到景象三见，见人间的四大洲，见摩羯陀，人见人自见大比大耳等诸多不皆之身，是亦能引他人得见。梦此所有之梦为梦劫受，如此共期。你如果劫受在人间，劫受在人道的时候啊，你心气平等，就是禅定在人道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人间的四大洲：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北俱泸州、南胆部州，四大洲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到魔人非人，就是人不是人，人非人，人非人就是人非人，可以看到大比大耳，大比大耳，人间也有很多的大比大比，相就是大比嘛。什么是大耳呢？相也是大耳啊。那人也有大比大耳的，很多这个不平等、不平均的身体，智能也能够引他人得见，你也可以带他人去看这些地方，人间的地方。梦此所有之梦为梦劫受，能够梦到这个叫做梦劫受。如此共七，有七种。那七种他已经跟你讲了，景象三见，四大洲是一样，人非人是一样，大比大耳不接身是四样，能引他人见。另外还可以看到，一共有七种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